标股新天地，标股新天地，轮源投顾陈学进分析师主讲，前国内法人代操部门主管，工商时报绩效竞赛全国纪录保持人，深入产业第一线，挖掘第一手情资，专攻主流产业标股，精准掌握主力大户筹码动向，为您创造最大的财富。欢迎收听标股新天地，轮源投顾109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0号。欢迎听众好朋友准时收听每天晚上9点标股新天地咯。哇，台股今天又大涨哦，到底该怎么掌握呢？好，千万不要两顾招比哦，赶快来邀请专家帮我们来做解析，邀请轮源投顾的陈学进大师兄。好啊，齐真好，各位空中的一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哇，今天的台股的大涨哦，有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哎，就想说，是不是回档再多一点？没想到回到了5日线了哈。对，柜买指数的部分啦，今天的涨幅更大于加权指数哦。好，细节上如何把握？请江老师。啊，好的，没有问题哈。那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到啊，很多的一个好股票已经压不住了？特别是随着一个 AI 的一个应用百花齐放，AI 相关硬体供应链目前正处在的一个获利爆发的一个阶段，终端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也正准备迎来一波出货的大成长，加上 NVIDIA 在今天即将召开的一个 GTC 的一个大会，那么预期GTC 的一个大会将会推出杀手级的 AI 晶片，也就是 V100 跟V200、那么预料将会再掀起一波的一个 AI 热潮。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也传出可能会在嘉义科学园区然后再积极的一个让大加码加码5000亿啊，将要盖6座的 Covers 先进封装厂，6座原本是4座然后现在预计还要再追加追加2座也代表是说，哇，市场的一个需求非常的一个强劲包括的一个台电强化的一个电网的商机美国电网的一个基建的一个题材的一个加持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当很多人在担心说，哎呦，台北股市2万点的一个关卡到底会不会有压这个地方指数是不是涨得太高啦很多人在担心害怕的一个时候大兄就告诉大家什么？什么？我说2万点不是结束，是全新的里程碑没错拉回洗盘是让你进场的好机会你可以看到不仅包括的一个的一个大牛股都苏醒了。2317的一个鸿海搭上的一个 AI 的一个伺服器的一个成长的列车你可以看到鸿海什么时候好久都没动了但是现在终于醒过来了。动得很活泼了现在。对，才短短没有多久的一个时间，你看又大涨了将近40%了。不仅鸿海都开始跳舞董座又说我现在是一群活蹦乱跳的狐狸啦。是的，狐狸哟、然后包括什么？是包括的有很多的一个设备厂散热模组比如说像穆德穆德承接到的一个日月光全球封测的一个龙头的一个日月光那超过20台的一个机台预期将要开始进行的一个出货也会带动它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营收跟获利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幅成长你可以看到穆德今天随即飙涨停包括的一个重电类股的一个市电你看外资调高目标，今天市电再飙的一个涨停板，还有散热模组的一个双红旗红今天的一个表现还是非常的一个强势然后甚至包括的一个涨，包括的一个的一个高丽还有AMX KY的一个也是散热的一个模组也双双的一个涨双双的一个亮灯的一个涨停板甚至再到的一个涨，再到的一个封测类股的一个华泰特化族群的一个涨的一个金城科
哦，甚至再到这个样，再到我们导轨的一个窗户啊，哦，还有啊，包括这个这样，哇，指纹辨识系统的一个神盾，今天也怎么样，也大涨上来，包括矽光子的一个上权呐、啊，今天也同步的一个大涨上来啊，是啊，所以从整个这个盘面上架构的一个结构来看呐、啊，哦、啊，就如同大兄告诉大家的啊，啊，现在选股才是重点了 啊， 指数你不必担心，嗨。啊、指数都有大兄帮你 hold 着啦、啊、你放心啦、啊啊、你放心啦、啊啊、就像、15975 点当时候啊大家在担心害怕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来到的一个下档铁板区啊、这个时候啊是你的机会啊是你财务重分配的一个好机会此时不买更待何时啊结果你可以看到指数就是一如我们规划从15975然后、啊、直接到17000、18000、19000我也告诉你，19000、还不是结束啊，20000是全新的开始啊。结果你可以看到，现在来到了一个20000啊。啊，同样的，现在来到20000，20000啊、是还是全新的一个里程碑啊。所以重点还是在个股嘛。那么个股到底要怎么样来挑，怎么样来做掌握？很简单嘛，我就告诉大家，我说啊，今年啊、的一个台北股市的一个主轴啊，最主要的是两大的一个主轴。AI 加重电啊，这是今年台股两大投资主旋律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过去这一路以来啊，我们带会员朋友锁定的，不论是在 ASIC 设计方面啊，我们是锁定哪一档股票？是新 KY 嘛？我们带会员朋友锁定的是新 KY 啊，你看从917啊，一路飙到4565块啊，我相信你也看到了。包括的一个散热模组，我就告诉大家，我看好的就是两档股票，一档就是香香对对，要让你万年富贵啊！哦，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我从173，270、286、300、326，一路带会员朋友锁定、哦、你看这一波来到745啊！哦，你人生你只要把握住一次机会，你可以看到从173到745。我们带会员朋友、哦、三趟全胜啊、三趟累计的价差一张就702块啊，啊，十张就多少？十张就700-800块啦、啊哦、但是你说745、是不是这一波的一个涨啊？这一波的一个波段的一个满足点呢、啊？我可以告诉大家，当然了，它涨多了，我希望它拉回，但是拉回我可以告诉大家，拉回啊才是你的机会。啊，有拉回就有低阶上车的一个好机会，是啊，所以不代表说哇，很多人都说哇，涨得好高了，对，涨得很高了，涨得很高了。我不是叫大家去帮我们做抬轿，也不是叫大家去追价啊。但是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它经过适度的一个涨的一个回档整理过后啊，啊，未来的一个行情仍然是会非常的一个精彩啊。包括的一个旗宏也是一样，你看我们当时买在多少？买在140块呀。啊，你只要把握住一次的机会，你看这次来到多少？677，啊，甚至啊，2059的一个窗户啊，导轨，你看导轨啊，为什么我们会特别选择啊2059窗户啊？带会员朋友锁定，从420、840、875，你看这一波来到1475块，哦、嗯嗯啊，那么来到1475块，短线拉回回撤1215块，今天又再度止稳大涨上来。嗯嗯嗯1475块会是这一波的一个涨的一个的一个波段的满足点吗、嗯、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没有。还没有。为什么？很简单呢、啊。你可以看到他去年赚了多少啊、赚了28块多。哦、然后预估啊今年美股、有机会上看55块，明年还会怎么样、还会跳跃式的一个成长。哦、如果以目前的一个外资啊的一个的一个目标价预估又再度的调高，你可以发现到哦，欸、当时候在420、840、875，没有人看好它，哇，大涨来到1400多的时候，哇，所有的一个外资都帮我们来背书了，很多人都告诉你，哇，窗户好，窗户棒啊，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低档你就要什么领先市场来布局嘛，哦，你在低档，哎、欸，机会来了，你不敢买。那大涨上来，你当然你赚不到钱嘛，哦，你可以看到从420到1475块，光是这样一波大涨上来，哎，你的一个财务又翻了2.5倍了呢，哦，甚至大兄送给大家的一个这样啊的一个宜兰特快车啊，
啊、哦，怡特你可以看到啊，从83.5块到141啊，光是这样一个波段啊，价差也都有超过68%，甚至包括的一个5284的一个 AI 巨星的一个 Jelin 啊，哇，你可以看到啊，送年前送给大家的一档的一个股票。从125块1月30号带会员朋友锁定布局买进之后，这一波大涨来到 239.5、光是这样一波大涨上来就让你可以开心大赚超过90%了。它结束了吗？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早得很、还早得很、大赚90%之后未来还有没有90%呢？大家可以慢慢想想看、我们未来会一步一步来做印证、然后甚至在设备股方面，我们带会员朋友，我们锁定哪一档股票？五月天的阿信、阿信，你可以看到我买在113，这一波大涨上来，来到169.5啊，光是这样一波的一个大涨啊，哇，价差也都超过50%呐、还有封测类股，我带会员朋友锁定两档股票，一档就是历程6239历程。买在166.5，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历程，哇，今天大涨再创新高、包括3711的一个日月头，从136/141锁定、然后大涨来到177啊，哇，大涨上来，高档甚至、开心获利出一半、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一路以来带会员朋友锁定的一个股票，还有重电类股啊，我们锁定的一个1513的一个中心电。我也告诉大家，中心电这档的一个股票、后市仍然是不容小觑。你可以看到今天再度大涨上来、这也是大兄、在、领先市场、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从110/119/120/121/123带会员朋友锁定，你可以看到这一波来到184、光是这样一个波段大涨上来，足足、就大赚超过67%，而且它都还没有结束。那重点是啊，这些的一个股票大涨上来之后，那现在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是处在的一个低基期、低位接，而且、具有未来、的一个成长性，有数字，有业绩，真正具有爆发成长潜力的股票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我都给大家算好了齁。那如果说你在上礼拜、有打电话进来、或是有填写表单的一个投资朋友，我真的恭喜大家、因为我在这里面我特别帮大家挑选三档股票、我常说股票不用追啦、做对一档，做好做满，胜过乱买十档股票、你可以看到我帮大家挑选的第一档股票，我在节目上我也跟大家预告过了，6XXX北海小英雄是、你看、我事先、挑选出来，为什么我会、看好这档股票、原因很简单、我就告诉大家今年最大的主轴是什么，是、就是 AI、AI 是今年、的一个投资的一个这样最大的一个主旋律啊。那么在 AI 里面呢、它带动的、不仅是高散热的一个需求，带动的不仅是、先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封装、CoVoS 的一个需求，甚至包括的一个 AI 带动的一个大量资料传输的一个需求，所以、变成的一个耗电量跟散热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些、都是在 AI 里面、它必须要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目前、能够、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必须要透过什么、光通讯产业规格的一个升级嘛。那在光通讯产业规格升级里面呢、我特别、我特别帮大家挑选这一档股票，绝版五字头低基期成长股、那么为什么我会看好这档股票？很简单，你可以看到过去啊，它主要是啊、从事的一个代工的一个行业，啊、茅山道士的一个行业，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哦，摆脱过去的一个茅山道士的一个这样传统的束缚哦，它现在开始怎么样，竟然积极的一个这样自创的一个自由品牌，所以自由品牌已经超过50%，而且持续的一个向上成长。
去年第三季的一个毛利率达到多少？43%-45%。以前是毛三到四，哎，现在毛利率大举窜升到43%-45%，哎，更漂亮的是什么？更漂亮的是低档量增惯性改变呐、啊。哇，特新人呐、啊，特定人呐、啊，默默在吃货，默默在布局啊。哦、哇，股价稳步盘间上涨、嗯嗯。哇，真的太漂亮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如同啊，当时候啊，我待会没有锁定的一个散热模组的一个双红一样。嗯、哼哼你看呢，双红我从173待会没有锁定之后，然后第一波先大涨来到的一个388，来到388，它在怎么样？进行的一个让这个换手整理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以为说哇涨高了哦，它会怎么样？会拉回哦，会修正。但是你可以看到啊，它进行换手整理的过程当中，为什么1月11号326块，我会带着我的一个会员朋友，不论是新会员、旧会员、新进会员同步买进，旧会员再加嘛。甚至当时我买，我带会员朋友发讯息发出去的时候，会员还说啊，老师啊，啊这个股票我们都已经怎么样大赚特赚一倍了，哦，那这300多块啊，跟讲对才买不？嗯、很多人啊，往往都会怎样啊，都会这样的一个存疑啊，啊股票去到最后，敢都会去嘞？对，啊结果呢，结果从326，你可以看到现在大涨来到745块。同样的这一档的一个股票，现在才在五字头，准备再一次复制的一个双红成功大涨的一个模式，这又是哪一档的一个股票？不必猜，不必猜，第二季啊最闪耀的一个标股啊，啊大兄拢啊大家传后啊，哦，那如果说你上礼拜，你要打电话进来有填写表单的一个投资朋友，恭喜大家。那如果说你今天才收听到大师兄的一个节目啊，听好哦。嗯。我今天啊，我一样独家限量开放100份。对。啊，开放免费索取。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期盼能为各位带来大财富。哇，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哦，那么还没有索取的一个投资朋友啊，赶紧利用广告中的一个电话，跟我们线上理专人员来做一个索取的动作。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哇，好，谢谢老师咯。好，听众朋友，如果有长期锁定节目的话，对于老师呢分享的这些股票啊，就会觉得哇，很想竖起大拇指哦，都是领先布局，然后让大家平安欢喜的收割哦。好，那么现阶段呢，有新的股票也邀请大家，不要等到了下一回合，我们又说哦，已经恭喜，然后赚到多少了，开心到了哪里了，大家呢才想要来这个加入哦，可能动作就会慢哦，风险就会大了哦。好，相信老师的这个产业的研究，邀请大家利用稍后的活动资讯，而这份资料也赶快再来电索取哦。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听众好朋友，现在加入陈学进老师大师兄的 Light ID， 成为好朋友就能够免费索取主升段特攻队第二季最闪耀的标股完全攻略咯。欢迎直接搜寻小老鼠 GOLD99， 小老鼠 GOLD99， 或者是利用工商服务的咨询电话，不用客气，02-2321-9933 2321-9933哦，资料免费提供之外，也邀请大家跟上大师兄的行列，现在加入最是好时机哦，欢迎来电的时候同时咨询02-2321-9933。欢迎听众好朋友持续回来收听我们龙岩投顾陈学进大师兄的分享咯。除了索取资料，接下来老师要再帮我们做最后补充。哦，好的，没有问题，哦，我今天特别挑选出三档股票，要跟所有的一个好朋友一起分享。各位放心，我今天挑选的三档股票都不是涨停板，哦，一定很多的一个专家，哦，会便宜心思，今天会告诉你会挑选出，啊，比如说像市电 啊或是高丽啊，或是，AMXKY 啊，一定都会挑选出这些的一个涨停板的一个股票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说今天啊、一个老师啊，今天送你的股票是今天啊，看到涨停板才拿出来送给你呀、啊， yeah. 哇，你自己真的要好好想想看呐、啊。哦，你可以看到啊，像之前啊，多少专家带你去追的一个台通啊，追的洋智，你看最近怎么样跌的哈、哦？我相信大家都是聪明人呐、啊，所以我今天特别精挑细选三档股票，这三档没有涨停板，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未来有机会一路涨不停。哦，有机会一路涨不停的一个股票，第一档啊、就是我跟大家说过的一个北海小英雄，是啊、第二档就是也是啊 AI 的一个小飞侠。这又是哪一档股票？也是绝版七字头，才刚刚开始啊！哇，很多好股票压不住了，到底是哪一档啊？不必猜了，你今天你只要加入标股新天地 Line 或 Telegram， 或是直接打电话进来，你就能够免费拿到好东西，只跟好朋友分享。我们把时间交给齐真。好哦，欢迎听众朋友好好的把握老师的好东西哦，只跟好朋友分享哦。不管是北海小英雄，或者是 AI 的小飞侠哦，七开头的哦，他应该是讲说七字头的，不是七开头哦，是价位哦。所以呢，五字头跟七字头都很亲民了哦。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啊、哦。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我们陈学进大师兄的，谢谢。啊，谢谢齐真，谢谢大家，祝大家天天开心赚大钱。嘿，别走开，还有好听的广告。听众好朋友，陈学进大师兄要送给大家的资料，现在就赶快拨通喽！主升段特工队第二季最闪耀的标股完全攻略哦，这些股票非常亲民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呢，老师严选再严选的哦。过去的这一些个股，大家呢有目共睹，千万不要错过，赶快来电喽！02-2321-9933，2321-9933，或者是透过了 Light ID 来登记。索取哦，小老鼠 GOLD99， 小老鼠 GOLD99， 好，三档股票分享给大家，赶快把握咯，23219933。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